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？等一下可能就准备回基隆了吧。他吃个甜点，然后再回去处理那一次大红干。你要在北部这边弄完再带回去吗？对对对，林口，林口可能切一切，把它包起来收成。收比较便宜，零售
所以灵活交配者大概一公斤大概多50块到100块之间。就是白腹，但白腹跟花腹是差在腹部有没有斑点。对，像这是花腹。这只哦，对，这只花腹青。这只，这只白腹青吗？它、啊、这种花腹、啊。对，这是我是花跟白腹的。这是白腹吗？这是浅白的，你看花的有的。这一只吧，哎，花腹很明显。哦。花比较好吃嘛，白的好吃，哦，白的好吃。可是会不会说白的会不会好像是不是比较容易有那种寄生虫？有这种说法吗？看天气，夏天有寄生虫。白腹比较好吃。那我今天买了应该好像是白腹哦，因为老板说是白腹。对，有要注意。纯白了，啊，这是白的，不多啊。